直都蛮想要去一趟上善行车库的。那我们现在就往善行车库的方向前进。没有去冰的话是45元，我觉得蛮扎实的，喝这一杯会饱。
们会待在鹿港，然后跟着昨天小帮手给我的地图，一起来鹿港这个小镇散步一整天吧。这一间，然后它的点餐方式呢，其实是内用，就拿菜单直接进来找位置，然后等你确定好位置跟餐点之后，再拿去柜台点餐就可以了。那这今天点了一个控肉跟一个菊花茶，那我们就等早上来吧。提醒就是要等到上面的菊花都已经泡到连开了再喝会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吃早餐吧。
份呢是小份的30块，然后里面大概有5到6个，然后它有两种粉，一个是芝麻，一个是花生。然后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只帮我放花生，那既然是早餐吃，我们再吃吧。嗯，里面有包芝麻，还蛮好吃的。现在呢，在桂花巷艺术村，然后刚刚有遇到一位在地的大哥，然后他跑来跟我聊天，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桂花巷艺术村里面进驻的艺术家都是需要经过鹿港镇的审核的。然后这里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的工作坊，然后你可以进去参观，然后有一些艺术家会把他的作品摆设出来，然后如果你有看到喜欢的，可以跟他们购买。然后他们也有开设一些 DIY 的课程，可以在现场然后制作自己的作品然后带回家。像我刚刚也有去一个那个台湾师的跟一个书法，我觉得都还不错，跟艺术家聊天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故事。如果你也很喜欢文艺的景点的话，我觉得桂花巷艺术村或许你可以排进去你的行程里面哦。摄影，所以等我看完之后再出来跟大家说说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吧。其实是因为里面刚好在展一个油画展，
所以就不可以摄影跟拍照。然后东会堂里面呢，其实就是只剩下一个大礼堂，然后有一个讲台，我觉得可以快速带过的一个点。一样不免俗的，看到公庙就进来拜个拜。芋头，然后里面包肉，然后来试试看。它里面其实是有肉的，然后它的酱其实有一点点辣，所以如果你不太敢吃辣的话，要小心。我觉得芋头的味道很明显，还蛮好吃的，难怪排那么多人。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